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尼克波波先生的频道。好久没有拍旅游的 vlog 了。今天呢，我跟公司的同事，我们一群人，然后我们来嘉义玩两天。第一站呢，我们现在在嘉义的东石，然后来的是这个地方，象河休闲渔场。他问你怎么会抢来这边？对啊，他们缺乏晒太阳。哦，真的。所以你看那些，看，。这个不然没有人知道，以为是什么开记者会，然后被性侵。Excuse me。哇，好大哦！好大哦，爽！哎呦，好像是他们没房了，应该是，所以我们就是主动生的。哎、欸，好棒哦 ！Yeah。哎，你们有洗澡吗？没有，没有洗澡。小姐那边的饼干都免费都可以吃，还有饮料都可以喝。当自己家。对，当自己家。当自己家。我们已经开始玩。已经拿那么多了。跟你的奶奶一样，对不对？你喝奶奶也是喝这个吗？很长哦。在绿营农场，然后牧场哦，是牧场吧？农场是种地，种我们是牧场。绿营牧场有牛。大家来这边呢，一定要擦防晒跟喷那个小黑蚊的
小黑蚊专用那个防蚊液。对，没错。因为这边真的好多小黑蚊，被叮得快受不了。我们现在来到嘉义的最后一个景点，对，修园育幼院。对，这边，然后我们有准备很多物资，快来送给他们这样子。是，就是透过大家的一点点的小小的心意，那我们就是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。对。那收集完很多的物资，一起送过来。对啊。那也很感谢小飞这次的召集啊，也帮我们接洽了这个修园育幼院。